诗篇105篇第15节说，不可难为我受高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我去管教一个人呢，我是通宵差不多用一晚时间预备，加埋几个钟头祷告先同那个人谈，今天里面没有一句是私心，我连笔记都做好了，但是呢啲人好似当我发疯咁嘅，直情系吓。总之有利益咪信咯，冇利益你唔系嚟自神嘅，咁样嘅态度。但对我冇所谓啊，吓，因为呢个就系神俾我 calling 啫嘛。但系可唔可以再喺今年有咁嘅态度？可唔可以再 keep 住呢个成为回忆当中嘅一部分？可唔可以系成为一个理由、一个理论？就唔可以啦。如果唔系咧，你根本连掂呢个约柜嘅资格都冇，唔好话完成呢个约柜。因为在你眼前亲自完成了，所以这个就解释了为什么我的信息是会慢慢成为这个世界的审判，就是真的是 Oracle， 真的是约柜已经在你眼前成形，但是一个最后机会你可以拍进去成为当中的或者同类级数、未必是成为真的这个约柜的执行者应用者，但是起码你可以成为一个沾光的人在这个约柜当中，是不是？所以变成你能够为什么明白当这个约柜最后完成，最后能够入住在这个至圣所的时候，就是代表了住棚节。所以为什么1000年里面将来这些人会守这个住棚节？因为最主要就是今年，是因为今年所以以后他们都会有这个住棚节的。其实所以变成住棚节称为 Tabernacle， 不是叫 Temple， 是 Tabernacle。 Tabernacle 唯一存在和产生呢最主要的目的的地点呢，就是 create 在西律伯岛。西律伯岛先有 Tabernacle，但跟住入到去咧，佢就冇產生嗰種周圍行嘅嗰種嘅現象，佢就停喺示羅啫嘛。咁所以變咗呢個住棚節，佢嘅真正能夠有棚俾你去住啊，有 tabernacle 俾你去住啊，其實係產生喺西律伯島。咁所以佢呢1000年都會紀念我哋今年嘅其中一個最大嘅轉折點，因為呢個係我哋嘅 finishing， 即係嗱，記住唔係我嘅 finishing， 唔係我，係你哋嘅 finishing， 即係你哋有幾多人可以成為呢個 finishing 嘅一部分咧？咁樣。因为我是一个示范者，我一早就 finish 了，即是已经 finish 了我应该要有的站。你们甚至连明都未明，不要说你们去 finish， 但现在我就会解明给你们，也给你们个时间表给你们。那你们那个 finish 是你今年的。所以很多这些的原则去回想回，然后在这个内心里面改变。因为如果所说每一个真理都是你的内心里面的一个相信啊、信念啊，然后应用啊，然后记住你信心的信念和接受是一个 start 的，你信到一个阶段才会产生神迹，产生功用的。即是等于是不是每个人说信病得医治，病就真的所有病都好发？不是的，你要逐个病真的要努力，真的用信心坚持要有一段时间才产生功效的嘛，是不是？如果全世界个个都懂得信心医治，是不是？即等于 call 位，你是不是知道就算了，或者接受就算了？不是的，你都要在应用上面慢慢进步突破，才慢慢在熟灵里面产生个 product 出来的嘛。约柜其实都是，约柜就是更难添，更复杂添，更疯狂添，是不是？因为你能够想象约柜的标准，对神的话的标准去到什么呢？就是你的信念和你的执着，你的坚持去到什么阶段呢？你能够想象约柜它称为 Oracle 这个字，就是你对神的信念是不是到一个阶段是你的 Oracle 呢？还是只是一个 suggestion 呢？是不是神给你的真理是个 suggestion 啫，咁样，定系神给你的真理是 oracle 呢？对之于你神的命令究竟是 oracle 定是个 suggestion， 即是话是个提议啊，定是个 commandment 呢？约柜里面咪有 commandment 嘅，系咪？系啦，冇错啦，神的期望，即所以变咗咪就系咯。如果所讲有啲时候我管教或者系 confront 或者甚至系去辅导一啲人，其实神 suppose 我讲十句嘅啫，因为我讲的就是 commandment， 但他们觉得是 suggestion， 甚至可不可以改一下你的 suggestion？ 哇，你去改我，我开来自神的声音，我去改，你有没有搞错？是不是？但很多人大有人在，想着谈得多的时候，有人会可以就是妥协一下，是不是？就是给个机会来啦，那些这样。他看是 suggestion， 就是到现在来讲，有些人认识了我几十年，都是仍然是不信我讲这句话的。即是他仍然不信我做的决定的每一个都是来自神，因为我很多时候真的通宵去预备才去从每一个讲，因为这个就是我这么战兢的行真理和执行教会里面的去留很多人。但是当我跟这些人谈的时候，始终他们都是撑太远，所以神才在我的身上可以说即叫做是
對於呢啲人嚟講係建立一個有史以嚟嘅權威啦，係咪？但係呢個權威好多時都係唔能夠幫到呢啲人，始終佢哋都係因為自己嘅自私或者自己嘅信念觀念同神唔同最主要，唔係同我唔同，因為我只有神嘅觀念嘅啫，所以佢變咗佢會覺得佢同我的觀念非常之唔同，但佢唔知道咧，佢仍然係忘記咗咧，佢同我的觀念非常之唔同，佢絕對等於同神嘅觀念係非常之唔同咁樣咯。咁所以當然佢約櫃裏邊嘅基礎，我哋個個都知嘅，只不過就係今年裏邊係一個最後機會啫嚇。所以變我就提嗰啲嘢，全部你聽過噶，係咪？只不過就話，如果我針對翻係今年裏邊嘅一個衝突，一個只不過一個衝突嘅話，我只係舊事重提翻你哋過去當中可以改正、可以糾正嘅嘢，因為唔好由得佢繼續成為一個傷患喺你嘅信仰裏邊咧，永遠成為一個永遠唔能夠跨過嘅鴻溝咧，咁就你永遠過唔到你自己嘅約旦河，你永遠只有石安過到石安嘅約旦河，但你過唔到。詩篇105篇第15節說：不可難為我受高嘅人，也不可惡待我的先知。我每天開幕是奉神，決意往天國度無悔恨，然抛开世间牵挂和吸引，迷雾里不忧愤灰心，心中依靠因主每天领引，怀着信念尽心前行，倾听我救主声音，不管风雨天昏地暗，内里仍持定信心，在世每日欢欣赞你，抱出诗章昼夜朗诵并实行，心中满载乐韵，寻着救主天国护荫。